王大爷，你那点啥子事真高兴啊，还带我来跑步。大爷让你办招待，随便进。这没套袋的。明天随便捡。但是你一万两多钱，我是不是客气了？我多捡点回去。哦哟，好巴适，人家看到，哎呀！我跟你说，我这两天下手又狠了哈，你不要到时候心疼嘛。你再下手狠嘛，你喝死了兜兜转噻。我就晓得你这样跟我子说的话，我可不背出来。我是能紧了，我兜兜转慢一点了。我这个时候可以装，我装到我掉到掉半边再掉。再捡鸡爪嘛，捡鸡爪就走了。这个兜兜有点小。差不多了，我还说这个兜兜有点偏大呀，饿死了。昨天他的葡萄你不吃吗？怎么可能连听都不烂的哦？好吃嘛，也不能当凳吃噻。阿宝把饭弄来吃来吧，洗你都不洗，还在这往嘴巴头喂。干净得很，套个纸巾的，套个袋子的。套袋子的嘛，也洗好嘛。咋了？这话就是两个数啊？你不要小看这两个蔬菜，现在买了个五块钱斤以下的菜都不好买的，那天气热了种不出。我们不是在背后头瘸子吗？你下去看看我头头菜没有啊？你看看他那个叶叶有几皮是绿油油的。这是腰皮呢，再冲水就挖了点了，大挖一圈。你就是看人家吃糖了哈，你没看人家流了汗了哈呢？怎么了是？这个天气热呀，人家天天灌水。一二班的人出来菜的。今天弄个不一样的瘸子，也出去耍了哈，在外头吃的多好吃，你回来弄。这个瘸子切骨头就可以。再把这切好的瘸子裹一层淀粉，让每一块瘸子高头都裹起这淀粉。把料准备归，这葱姜黑姜来切切，这葱切颗颗。把这姜切碎，还有椒切成圈圈，锅上来呀都有。油热啊，下瘸子炸起。这瘸子炸得金黄金黄的就可以捞出来了。听这个声音，哗啦哗啦的好好听。这几个瘸子炸凉盘盘，多划算的你看。再调个汁儿，少了点盐。再来两条棍糖，来点生抽，来点老抽，再来点醋，蚝油，再兑点清水。它锅炉底油，把这姜跟海椒炒一下，然后倒入这个调好的糖醋汁儿。这开锅后加点葱姜，再下点芡粉勾个汁儿，再把汁儿淋起。哪儿来的鱼啊？瘸子。那是炸的瘸子，你尝尝嘛，好吃。这个好吃。酸甜酸甜的吧？这个瘸子吃出新高度啊，这个。瘸子算是很平常，但是你的做法有很多，煎、炸、蒸、煮、炒都可以。吃出干的这感觉。看着像红烧肉啊！对，你在外头吃的那个多好吃，咋子都感觉自己做的不一样啊？人家那是菜呀，我那怕嘞。肯定哪个工序没对，改天要不我打个车去问了哈。你倒是还跟你说好哈，上次来这玩就没说歪一个。是没说歪一个，下次我们两口子去，我二货长大了，他二货长自己去。妈妈。啊！给我长完，我要带你姐夫带爸爸姐。那个是不是你们拿了老碗了？他走得硬哟。爬不动喽。妈，我觉得这个还不像呢。嗯，好吃吧？今天视频拍到这里，喜欢我视频可以关注、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我超级谢。